晚安，晚安。特集时间12:12分，今年6月8日，星期一。我记得旧年6月8日嗰日。我就去呢个深水，去呢个深水埗买呢个 BF4。深水埗有一个叫做高登碟，有一个高登碟同埋黄金碟都广场噶。咁我入去睇啊，入队之后发现原来系好多。店都是買這個PS4 或者 Xbox 的 game。 到了我去這個高登電腦廣場，就不是我都找了很久，然後看到一個 BF4 高級版的資料片，那我就買錯的，浪費了很多錢。然後我就回到去做人，就是做這個私入的時候，其實禮手拆咗佢之後，將嗰個最好，即係佢用嗰個銀仔刮走嗰啲叫咩膠啊。後屘刮下，唔過意刮下張紙，即係個最好啊，睇唔到嘅。機搞到我嘥一筆錢去買，但我就根據嗰個最好寫啊，後屘唔得。所以都白花咁收錢，啊！我玩 BF5升到 level 323，我全程都係揸聽。我開頭玩個鋪咧，過咗條路，已經遇到個 hacker， 60几level 150几ping 嘅，咁好遠都俾佢攞支抄車個爆我頭。仲嘅，譬如佢殺咗我3次，呢3次全部都爆頭，但冇人發現佢係 hacker， 隻眼唔係過一晚咁都望唔到。我揸車嗰陣咧，有一個美國人嚟嘅 ，level 100 喺個小隊度。佢全程都揸我，佢全程都喺我廳嗰度。我一受傷啊，即刻幫我整。但係佢基本上佢俾坦克殺咗好多次，但係佢都好似唔 care 咁樣就話 ，I will repair 啊，佢同我講。就嗰啲好似窩心嘅人嚟。不過呢啲隊友都好少見啊！你依家見到嗰啲都係唔夠人啫，唔夠人啦！既然真係鬼追嗰啲，永遠見到呢啲咧，其餘啲人冇見到嘅。
我想翻起，這個咩國歌國安法咧，話咩通過咗嘅之後，咩學中學生組織發起咩罷課公投，我都就係我諗翻起咧，一開頭八月尾嗰陣差唔多放啦，咁睇到 IG， 我哋話嗰個學生會 IG 咧。嗰、那個咩反修例關注組啊？佢話咩政府硬推呢個引渡條例，咁所以我哋打算呢兩日半日制嘅課節，打算喺操場唔係呢個排球場舉行罷課集會，加上為呢個811為呢個受傷嘅。手足咩左右眼受傷嘅手足就叫佢咧致敬。唔係我覺得呢個所謂手足咧，上次話唔係我記得前上幾個月話咩？佢話即係嗰個人就向警方提供資料，話警方用呢、這個。橡膠子彈射爆佢隻眼，但當經過調查之後，發現原來冇嘅，同事實不符，所以法庭攞手令手去交，隻手佢交，但佢冇上庭，都未經身有事嘅。咩？我望呢個反即係反西關啲都話，好多人都向葉白虎啊。咁但係到到去初學嗰陣咧，見到操場淨係得七個人白虎。其他人都係食翻一身，望著算數。前幾日嗰個咩戴口罩咩個對抗呢個唔知乜鬼嘢嘛，又好多人去應佢，但係到頭來當呢個講座完咗之後，淨係得一個人去應做。到底有冇話好齊心嘅咧？並肩同行有冇咧？點解啲人好似唔想參與？應該是怕被人罵，甚至都記得十月幾有一個人鏈活動在我們學校的，由我們學校延伸到去哪裡呢，嘉豪山莊那裡有一個打蛇餅，唔係係一個直線咁樣喺度捉人哋嘅，起碼就記得好似由消防局對開嗰度排到去我哋學校嗰度，都起碼500公尺。跟住心諗有冇咁長嘅咧？但係到我翻學之後，發覺。他們行動的範圍和現實中他們行動的範圍與理想中是相差太遠，他們只是包圍他們只是圍著學校捉人鏈，我看到我靜靜地拍了片，心想哇，如果大膽拍片他們會撕我了，那你是不是怕被人罵，所以就靜靜地改得很小，所以我可以說嘴炮叻，吹雞又永嘅嘴耍家，但做啊唔實際嘅。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有心無力咁講。跟然之後咩訓導阿 Sir 就叫佢哋翻去呢個組會，又係我回想到中午嗰陣呢個反修例嘛，跟住記得一翻到學就有。幾個學生同班就向我哋派一個傳單，定唔知派口罩。
咁我都記得咧，十月幾嗰陣都有荃灣個學生中槍，除咗話捉人點之外咧，我哋學校甚至我哋班都勁多人打咗針，又唔係病咗。